订阅、点赞、多多留言。啊啊！这是哪里啊？到底这里是哪里哦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恐龙蛋。凯莉，快乐一家。我拿了这个恐龙蛋，不过呀，打开看一下哦。开始吧。哇，真的好硬啊！这个蛋是到底是谁的蛋呢？是霸王龙还是三角龙？啊，快点试试看一下吧。换个道具。出来了。是出来了呀。看起来是霸王龙吧。应该是的。为什么呢？霸王龙的特点是头大。脖子短，前肢也很短，对吧？不过霸王龙很可怕的，要是我生活在白垩纪时代，我肯定会被它吃掉的。艾丽，那可不一定哦，你全力奔跑说不定会活下来哦。博尔特就跑得比霸王龙快呢。什么？博尔特跑得比霸王龙快？对呀，对呀。欢迎来到百米赛跑现场。预备。